交通室内广角镜，背面可安装灵活支架，将随广角镜附赠的零件拿出，将零件如下方式安装，请将螺丝锁紧，以避免广角镜掉落损坏。即安装完成，支架能因应环境调整成不同角度，并能贴墙安装。安装完支架，请撕下镜面保护膜，请确认镜面无瑕疵，再撕下保护膜。保护膜撕干净了，就可以使用了。